什么时候开始学人家喝咖啡的？咖啡都凉了，心都凉了。言情小说的情节来了，我爱他，他爱我，现在又来了一个他，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不要说你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不要说你实在无法做到，因为我已看到你内心的跳跃。不要说他出现比我还早，不要说你已发誓天荒地老，因为爱情是永远没有人知道。不要说这一切还早还早，告诉我就是这个时候。不要说这一切还早还早，告诉我就是这一分和这一秒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你在颤抖，因为你的内心激荡如海涛，因为我其实已经早已知道，我的确比他好。我不够执着，恨，我恨我自己，我到底爱谁，我到底不爱谁，该来的真的躲不掉吗？真的躲不掉吗？真的躲不掉吗？不要说你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不要说你实在无法做到，因为我已看到你内心的跳跃。不要说他出现比我还早，不要说你已发誓天荒地老，因为爱情是永远没有人知道。不要说这一切还早还早，告诉我就是这个时候。不要说这一切还早还早，告诉我就是这一分和这一秒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你在颤抖，因为你的内心激荡如海涛，因为我其实已经早已知道，我的确比他好。其实已经早已